娱乐消息要看到，金曲歌后阿令是来到了澳门举办演唱会，当中艺人贾静雯也到现身来支持。而歌后在这个周末即将要回到高雄巨蛋，连开两场演唱会。在演唱会上热唱，带起气氛，台下观众好嗨，随着音乐动起来。本届金曲歌后阿令近日举办巡回演唱会，8月12号去到澳门，带来一首又一首招牌歌曲，让粉丝好满足。参加乘风2023成功组团出道，浪姐的战友贾静雯、蔡少芬、刘雅瑟现身支持阿令，还在台下一起热唱，四人可爱的互动也让粉丝们看了好开心。你们结婚啊，还好结婚没有用我的失恋无罪哦，因为接下来我应该会出一些更多温暖的歌曲。幽默用歌名跟粉丝开玩笑，更是承诺接下来会带来温暖的新作品，让粉丝期待不已，当场沸腾。演唱电视剧《锦绣未央》主题曲，深情演唱，台下粉丝好陶醉，忍不住一起大唱。办演唱会、参加实境选秀，还为电影、戏剧演唱原声带歌曲。近期更是替张钧甯与阮经天主演的电影《查无此心》演唱同名主题曲，种种活跃表现都让大家看见阿令的不同样貌。结束澳门场演唱会，回到后台接受工作人员欢呼，而演唱会也在8月19、20回到高雄巨蛋与粉丝见面，实在让人期待阿令会展现什么样的面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